姐，我拜托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那是我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，对不起，那是我妈，那是我娘，那是我妈，我是我妈。我只看到你搬落去，我回来拢戆去啊！我才发现我家己这么多代志啊！姐，我拜托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因为伤过爱你，才有爱生恨的。我拜托你原谅我，我拜托你原谅我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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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拜托你原谅。你写是有够不好呢。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你已经把自己的面拍到那大空小字，让你爸妈看到了，啊，现在还要在他们的面头前把你自己的头壳壳到破，你才会甘愿。金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精神的人，而且咱都没失去过记忆，你应该能体会我的心情，对吧？你只要愿意原谅我。不可能。金月。也不过，我是要跟你说声多谢啦。因为你这样专心对我的刺激，所以让我了解原来真心爱我的人是什么人。昨我跟家峰举办婚礼啊，我有个再婚啊。你跟卢家峰结婚啊？是啊，你先唔闹，因为你对我的刺激，让我想起我所有的过去啊。啊，我想起来，我原本是什么款人？哼，无猜我这尔看重你，你竟然对情欲做出这款低下不如的代志，你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啊我违背我的原则，跳过恁哥，把母家的担当交乎你，你竟然连母仔害命的代志嘛做会出来？你真正，你害我的面子要摕去当扛你啊！你，啊！啊！啊！别搞嘛！别搞嘛！我知我怎么着，我知我怎么着，别搞嘛！我今日是去买身体，妈。有你这种吃人饭、做鬼啊事的后生啊！我甘愿较早死的，嘛卡要让你活活气气你！啊啊！妈妈妈妈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你敢真正认为讲伊是真正的坏蛋？男士前六个节有提出来，伊到即摆还阁继续赌地，讲甲全乱了了的啦！行，你做出这种向来失德的代志，啊？你敢有资格做阮武山集团的接班人？我要收回我的决定，收回我给你所有一切。爸，别叫我爸，我无你是将我下死下一个后生。你爸，爸，辉阳，辉阳，爸。你是安怎要对恁小妹出手？你看到明白，要靠解释。当然，对不起。等这个出去生效，但是妹啊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的心肝竟然这么狼毒。这么容易是你唯一的小妹呢？你竟然袂掉入去，要甲害死！早早就在设计，出差这个无在场的证明，想要脱罪。我袂记得，我饲你大汉的过程，我饲过你食大，饮目水，你的心肝哪会有知情的？妈，妈，
是有口罩，妈，你何故？你是不是有口罩啊？你是有什么夸张哈？我真正想不到，你巴掌竟然这么矮，就因为情欲，两个万家的问到你的利益，你就想我恨你哦？对下毒手，你真正是有够恶的你！干妹，狐狸，别怪你怪哦，是我家己看不过。你是大小姐，还佮李小姐大细心，我替大小姐感觉真委屈，所以，是我家己大主大意，伤害李小姐，这拢是我家己一人的罪，甲大小姐无关。真了解万条我的个性，结果伊却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过错，恐怖就是自杀的行为啦。万条我若无甲碎尸万段，我才输伊啦。为着一个万新民，伊敢有需要做到安尼，实在是足奇怪。头前讲代志，真正是你讲安尼，是你死掉，难怪新民伊无甲你阻挡。伊嘛同款无法度赎罪，你这只狗敢咬主人，我都无可能留你活命。伊嘛同款，莫叫是讲有法用替你打罪，你都无代志。你死罪可免，我罪难逃。我等下就叫律师，把你还够经营万海的股份，拢都收倒转来。应出应接啦！恁爸无给你赶出门，还是跟你断绝爸囝的关系，你来偷笑啊！我不敢话。还有你，无彩我给你当作后生，遐尔疼惜，搁替你出面解除廖明珠甲你的婚约，去得势夺君啊！你就是用表害情的种方式来回报我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无想要在你的父母面头前解决你，出来！慢点啊！我爸爸，你救死先哥啦！啊，子女也无死啊，无道理摕伊的命来赔罪嘛！你若是无爱出手，伊爱等几天了后才会当回来呢。慢点啊！阮后生做唔着代志，我会晓教，也落袂着恁来出手。我无可能放伊煞，你无通选择啊！阮确实是对不起，也毋过，阮信台嘛救石玉一条命，敢毋是？一分一元，敢无通相赌啊？将代志搁当相赌啊？啊那呢？恁欠信台。一摆救命之恩，你怕生要怎害啊？还阁有啦，要害情欲，恁查某囝嘛有份呢，啊！你敢是毋是应该先请你问好，才有资格来甲信贤算账？嗯？不用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这个道理你应该了解哈。正耀，爸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那什么，梁良，我来等，请你问好。家峰。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，对我来等，走。
信贤呀，天下未无心啦。就算讲恁爸爸哥那对你生气，嘛无可能无管你的死活啊！快紧嘞，甲恁爸爸说多谢，多谢伊救你。哇，多谢你！我知影你的心内也是我这个后生的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啊！我无你这种不忠不义不孝的后生啊！甚至我感觉你根本就无亲像是我后生嘛。惠芳啊，你哪能讲这款气话？安尼真侮辱我呢！我拄则就讲过啊，是我和万家囝，我是一个失职的妈妈。啊，你若搁生气，不要紧啊，你来拍我，拍我好啊。有爸爸啊，有妈妈有回啊，你唔通怕输大人咯。免听遐扯体会的话啦，你是咧乱写啦。我可袂是甲你算笑话，特别你若出现在阮信贤的身躯边，阮信贤都互你抓对着啦。你实在是，夫人，你莫阁怪伊。其实有信贤无去互廖蒙兹拖累啦，等到廖蒙兹是大喜事去甲恁兜哦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心啊，你有信贤要做爸爸，啊，若夫人你要做阿妈，恭喜啊！你爸倒来是，你爸倒来，敢真正是阮母爱情？你真正介意？你头壳是咧第三里啊！啊！你若背信忘义，搁相阿大相存，就叫一个好好啊查某囡仔，你袂晓把握。你竟然搁无警觉，甲这个廖公子安怎有爸母啊？我唔但碰见一个后生哦，你搁搞因一个不得了界的人去卖咧啊！歹势，我含目家囝，我恁受苦啊！吴大署长，吴信贤已经不是囡仔人了，家己做唔到代志，唔都应该家己担，那是你这个时代替负失的。我应该尽快交警方啊！我买对吴信贤、万新敏、白汉良、廖蒙之，正式提告。吴信贤一定要面对司法，接受法律制裁。吴大。请拍摄。爸，行，等来等。爸，别叫我。你若无真心悔改，一世人我都袂认你做我后生。因为我之前认识你，无得看你的本性，不是真正遐尼歹。你若是知影本性，无得看恁爸会愿意给予你一遍的机会。金玉，你想要天真啊？你拢想要给人害死呢？那有可能改变？金玉，怎样？